我觉得男子的加入给了我们这个项目带来更多的美，除了女子的这种柔美、速度、力量控制、柔韧，更增加了另外一个性别的这种刚性的这种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以前可能觉得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一个男孩子，但是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通过一些训练的当中的一些观察，我觉得石浩宇其实还是挺有血性的一个男孩子。有的时候训练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刺激，那么他和就是面对这种挫折的时候，他跟女孩子的这种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的时候能激起他的这种战斗的这种欲望。我觉得石浩宇，我看到他的成长非常为他高兴，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中国男子的现在最高水平的一个运动员吧，我觉得还是希望能够引领更多的中国的年轻的男孩子能够从事花游的这个项目，能够往更高的水平去进步。